南韩中央日报，川金会可能在新加坡总统府举行。南韩中央日报29日引述匿名外交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可能在新加坡总统府举行。川金会传出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后，香格里拉酒店因未举办过台海两岸的马习会以及每年的香格里拉论坛，最被看好。但报道指出，考虑到川金会的重大意义与敏感性，新加坡总统府是可能的场址。美国与北韩代表正在新加坡协商峰会的作业细节，包括选址。